试试看我新学的追剧小零食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照烧锅巴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配料就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记得截图保存。这个酱汁味道有点像照烧酱，把米饼煎到定型就可以刷上酱料啦，撒上芝麻，包上海苔，想一想脆脆的照烧锅巴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